史上最强台风山竹，重灾区之一将军澳，有位智利太太率先到现场义务善后，她的行动感动到数以百计市民响应，她受到传媒网民激赞，一风成名。风雨过后，这位智利天使对于香港更有家的感觉，还好认真地学做自己人。嗨，我名叫 Carola， 是智利人，我和家人搬了来香港6个月。Carola 和老公女女移民来香港之后，就一直住在将军澳，为免思乡病发，他们连在智利家的家私都运过来。看来他们这个移民计划都真的不简单，很有决心在香港展开新生活。哇，我看到有很多你的家的相片。我们结了婚，还有3个女，这些就是我们的家庭照。是不是三个都住在这里？不是，只有2个，因为大女要留在智利。哦，还有一个在乡下，在智利那边，在那里读书。嗯，但我看到你家里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艺术的画，你是不是很喜欢艺术的呢？是啊，我很喜欢艺术，做过美术老师。哦，你教艺术啊？是啊。Fine art or like painting？ 有画画，有雕塑，只要用黏土。So that is your work。最埋边嗰幅我画嘅，就呢幅同嗰幅，同埋所有雕塑。哦，诶，我喺楼下呢口都见到幅劲嘅，系咪你啊嗰个？唔系，嗰幅唔系我嘅，或者下次啦，我画啲作品出嚟，可能有机会嘅。Carola 和老公 Sergio 原本在智利开公司卖鞋的，做了10多年，生意都不错，还已经上了轨道。不过 Sergio 就看好亚洲的发展潜力，为了方便他在亚洲发掘更多生意机遇，他就决定搬近一点，最后就选中了香港。 Sergio 说，其实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坚决呢，要移民过来香港呢？是这样的，我第一次来香港呢，就已经爱上这个城市了。喜欢这里的风景啊，很多高楼大厦啊，还有这里的海港呢，真的很靓很靓的。会见到船行过啦，去到市中心呢又很热闹、啊。由这里去亚洲其他地方都很方便的。又很近我们的供应商啦、啊。还有当然因为这里的环境啊，法律啊，税制啊等等啦、啊。未来的世界将会是属于亚洲的，而我们来自世界的另一边智利，为了要接近这个未来的发展重地，我们一定要搬来这里。虽则因为嫁鸡随鸡， Carola 才搬来香港，不过她和老公一样，对这个地方都是一见钟情的。香港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地方，当你由屋企走出去，每一日都可以发掘到新嘢。例如你喜欢艺术，你可以去一些展览中心，又或者一些高质素的画廊。如果你喜欢时装，想买件靓衫，你会找到很多好牌子推出的新货。在你们的多元化文化当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哋有好多选择，每一日当你有新嘅机会，你可以接受，又或者唔去接受，但系都系你嘅选择。既然 Carola 咁中意学新嘢，等我哋做佢支盲公竹，帮佢认识香港，尽快适应港式生活，成为最地道嘅自己人。其实你平时来到这个街市买东西会不会很困难呢？是啊，没错，有时是有些困难的。有时我会讲英文，虽然讲得麻麻，因为我还在学，但有些人是不懂英文，但我又不懂广东话，我就要做很多动作，很多没错，就是很多身体语言。不过很好笑，最后
大家都会明白，有时有些人不懂讲，但系识睇，我会俾张清单佢睇，嗰啲都是英文嚟嘅。佢哋有些会识睇，系几搞笑噶，但系总之搞得掂啦。OK，Let's go。28. Hello, how much? Six. Six? Six. Six? Yeah. Okay. What did you just take the photo? Because it's so cool. 嗰樣嘢好得意啊！係咪用嚟趕走啲烏蠅㗎？好得意啊！我未見過，因為我哋啲街市喺室內，佢哋唔會整呢樣嘢。我覺得好得意，所以影翻張相。我唔要膠袋。佢唔要膠袋啊 ！Wait wait。Thank you。咁係咪每次你嚟呢個街市咧，你都會學到嘢咧？係啊，我會學到啲嘢。我去開一個街市，嗰度啲人都已經係我嘅朋友。我覺得咁樣好好，可以識到唔同嘅人。每次我去到嗰個街市。他哋會同我打招呼 ，Hello Hello， 老友老友咁叫，真係好好啊！好啦，我知道咧，你中意咧煮呢個中國菜嘅，所以今次咧我就專登請咗一個神秘嘅嘉賓教你煮啊，好唔好先 ？OK， 誒 ，OK， pleas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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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more fun。哇，周宗師傅，係點啊？係你啊，嚇死人！唔係我咩？咁啊嚇死你啫，係。咁你諗住教 Kiola 煮啲咩咧？嗱，呢啲佢哋咧通常中意食肉噶嘛，嗯，係嘛？咁佢哋唔係牛肉，係羊肉、豬肉，佢就好少食嘅。我諗，即係我今日整啲牛肉，叫整個佢哋中意食嘅綿字牛肉。好啊，就開始啦。我好想學嘅。你温到咧？唔該啊。我中意啊。記唔記得點講啊？呢個係 ？No， 山竹。山竹，咁嘅 ，OK， 哎就啱曬，同埋佢專搞山竹噶。好，周師傅，我哋可以開始啦。OK 啦 ，chop one two three four，OK 啊，好。好。And one。哎，而家跟住咧就切馬蹄。OK， 師傅佢都有啲功架噶喎。有，你睇佢養到個女咁大個，你都唔煮飯。你又知佢個女好大個？你睇佢相喺度嘛？哦。OK， it's good。Yeah， 好啦，擺落去呢度。OK。OK。陳皮咧，都要將呢個陳皮切粒粒。係啦。其實主要要佢個香味係咪？係啊，如果唔係咧，就一係落低個檸檬鹽 ，green onion， 你都 ，yeah。咦？平時我食嗰啲山竹牛肉又唔覺入邊有葱喎。哦，變咗色啫，其實有嘅，有少少啦。係啊，蒸一耐咪你見唔到綠色。啊，佢香啲嘅。How much pork？ 少少啊 ，little bit。Little bit pork。Okay。What？ What？ Okay。糖 ？Sugar？ Sugar。Just a little bit。Little bit。Okay， 唔使鹽啦，落豉油啦。唔使鹽 ，okay。Okay。嗯。豆粉要唔要？要。好。How much？哦 ，OK，OK， 蛋 ，Yeah，Well done，Water， 好嘛，OK， just a little bit，Yeah，Make together，Together，OK，One，Two， 1 2 3，係攬佢，攬佢，係，冇錯啊，即係而家將所有材料擺曬入去，跟住撈勻佢，撈勻佢，撈勻佢，學得咁快嘅，係咯。佢日日煮嘢㗎，佢冇錯，日日煮。Every meal？ 唔係，有陣時午餐煮咗，晚餐都係食翻嗰啲。哦。所以可以咁講咯。我細個嗰陣時會請啲朋友翻屋企玩，我會整曲奇餅，
蛋糕之類嘅嘢，所以細細個我就開始學噶啦。好啦，哇！呢個緊要啊，呢個。點解我哋要咁做啊？點解要搭咧？就係因為咧，就嗰個有韌性啊，你唔會話散曬啊嘛，散。Okay? 好啦 ，OK， 咁得未啊 ？Next step， OK， 跟住要做咩啊 ？Now， OK， the ball， beat the ball， scratch， beat 個波出嚟啊！誒，可唔可以 ？It's fine， yeah， fine， very good。下一步應該點咧，師傅？拎去蒸啊！好，幾耐咧要蒸？大約五分鐘啦。五分鐘，水滾蒸五分鐘。係。OK。OK， 要同埋嗰個三咗一齊食嘅 ，try。做咩皺眉頭？我中意喎，我好中意啊，唔錯係嘛 ？Sandra， please take a try。Oh， thank you。Oh， my baby。What do you think？ Good。我覺得好好味啊，我中意你咁樣哇白白咁搭啲牛肉咧，搭得好好啊，搭到我有啲驚啊，佢會學嚟咁樣對我噶。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experience。Thank you so much for teaching us. Thank you. Oh yeah, success!为了要认识香港不同地区 ，Kawola 尽量每个星期都去一个新地方，还会随身带住一本记事簿，入面有关于佢想去嘅地方嘅资料。我仲发现到嘅清单啊，原来系 Kawola 想去嘅香港景点嚟嘅，好似剩翻庙街同埋金鱼街未去啫。咁等我哋陪佢 KO 埋佢啦。哇！咁我哋咧嚟到庙街啦，嗱，好大嘅字啊，庙街啊！點解咁中意咁想嚟廟街呢？我想嚟睇，我想知道係點，因為呢度我未見識過，喺我鄉下係冇夜市呢樣嘢，所以我好想嚟睇下，好想學多啲呢度嘅文化。呢啲係香港嘅文化嚟噶嘛，我好想知咯。OK， hey hey， look at that， we got a some a fortune tell 啦。鐵板神算啊，即係睇獎啊，睇傳相啊，紫微斗數啊，即係 kili kala 冚棒都係嘅。你有冇興趣睇睇先？要要揾我唔想知道未來喎，因為我會尊重，而且我都相信，如果我早知道，我就會成日都諗住佢。如果我咩都唔知道。我就可以好好享受我而家嘅生活。Carmen， you like to see your future？ 唔想，因為我唔中意，我唔想知道，因為我想享受我嘅生命，我想到時先知道發生咩事。哦，一樣喎，同你 the same same。係，梗係啦。係，咁啊睇第二樣啦。我哋除咗係啊，好多其他 kili kala 嘢都有㗎。OK OK。係啊。我覺得好似女人街啊。Yeah, it's just almost the same. Ah, it's so similar. Yeah. Mira, lindo. Some paintings. Wow. Look at this. 阿女啊，你睇下。哇。我睇過噶啦。OK。係啊，你中唔中意啊？咁你覺得喺度shopping 啊，或者係夜生活安唔安全咧 ？You think？ 我覺得好安全。我唔覺得有危險，亦唔覺得治安差。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很安全。誒，我學下中文喎 ，learn Chinese。咦，中文嚟喎，你知唔知點解啊？中文就係最佳老闆。Which one for me？ Which one for your mom？ 唔好，我唔中意籃球。Happy family。我中意呢個。買咗啲咩啊？可唔可以解釋下咧，同大家觀眾 ？Number one boss。俾邊個噶？
For me. 哦，即係你係佢係老細 ，OK。跟住咧 ，I love kids. For who? For my dad. 哦，個老豆就彈吉他嘅。Happy family. 哇，你真係。For my mom. OK. 廟街行完啦，覺得點樣啊？我覺得呢度唔錯，有好多嘢睇。我最中意就係嗰啲圖畫。有啲係幾靚嘅，有啲啦，同埋啲嘢好平啊！好啦，而家咧就帶你嚟到呢個金魚街啦，等我教你講金魚街嘅廣東話啦。金魚街，金魚街。哦 ，very good。但咧你就唔可以亂咁同人講話，帶人去睇金魚喎。喂。Joy, don't worry. We go now. Don't worry. This one's good. Oh, 好靓啊，细细条。呢条条紫色噶，有紫色、蓝色、橙色、绿色。我估唔系天然色嚟噶，系咪 ？Tiny. See. I'm scared. Wow. Hello. Hi. How are you?呢度買到烏龜㗎。In my country, you can't. 喺我哋國家買唔到烏龜㗎。No. 唔俾賣。Why? 要保護佢哋。Wow! Is it your first time to come here? Yes. 係啊，我第一次嚟啊，呢度好得意啊。Wow! 咦，咁喺智利嗰度咧，會唔會有類似呢啲嘅魚嘅市場嘅咧？其實冇咯，唔會好似咁，只會係一啲小鋪頭，有一啲細細嘅水族箱，賣少少魚，賣少少植物，唔會好似呢度咁。呢度好正，啲魚有好多顏色，有好靚嘅形態，我好中意啲魚好靚。你覺得咧，香港去到呢一個嘅旺角區咧，係一個好嘈嘅地方咧？係啊，有時好嘈，有時又好靜，但係兩樣我都中意，因為都好好。我搬咗嚟只係5个几月啦，呢度每一樣對我嚟講都仲係好新，好多都好精彩。所以靜又好，嘈又好，總之都好好啦。對於香港人嘅印象 ，Carola 就好欣賞香港人嘅衣著多款式又多顏色，一啲都唔單調。不過有時就覺得香港人都幾酷噶。好在 Carola 份人夠主動，又充滿正能量。佢相信一個微笑就可以破冰。有次咧試過同佢個女女咧一齊去搭地鐵啦，咁喺地鐵站裏面咧，佢哋有一個嘅挑戰啦，大家去比試啦，就係望住唔同嘅人咧，然後咧用一個好友善嘅笑容啦去望住佢哋，等佢哋咧用翻個笑容咧去回應翻佢哋，去鬥多即係鬥多人咧向佢哋微笑，咁作為一個 challenge 咁樣嘅。咦，咁不如我哋又試下呢一個挑戰啦，睇下咧今日可以引到幾多人笑啊，好唔好啊 ？OK，OK，、okay, okay. yeah.Like a ghost. Yeah. Hello. 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冇問題，冇問題，冇問題。笑一笑，世界更美妙。Carola 带住智利人的热情好客嚟到香港生活，好快就同咗好多香港人做 friend。喺佢眼中，香港人有情有义，而且有活力、有冲劲。就算再有台风，香港仍然系佢心目中又安全又可以安居乐业嘅地方。佢仲叫女女 Pasita 献唱一曲送俾所有 Hong Kongers 添。Fools rush in.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Thank you. 多謝。多謝，我喺香港嘅生活過得好開心，喺你哋身上都學到好多嘢。我想喺度長住，繼續學多啲嘢。多謝。